孝名存。父母穷孝总比贫寒娃娃亲。六家的妹弟，谁家小宝都紧张。人家一千牛牛说分家，你呀讲，你呀讲，家老太好毛长。早早的离开你的，哎，快乐有钱变毛钱，今天你醉毛酒，你醉双数，行到醉论起丢快丢，若身丧父如牛毛球，路边旁吃的皮卵都不出。一个好兄弟，但愿人民安慰你不才是那十多年靠着这老婆为爱做为宁爱做阿爸，安慰你三天还随着日天两年前那通通为你这电钻老不卡，
你有完好呢？要你头脑不乱，我操着脑壳带着你一做阿爸，让有钱嫁给我，这得求到天哟！若俺这把雄鸡的懂不懂？说分这是农牛
里边梦啊，童年家咱就难受哟，那老婆为你带去呀，你让哟。你该好好吃的毛钱都老红家来但是你疼了是爱干地出分太阳那今天不量地到处见一次对嘛，几个喊俺阿爸吧，哦，这来不来？
来来来，谢谢他，来点红头。哎呀，哎呀，这老闺女，哎，来来来来，闺女，还是你要打我？你们是病还是谢闺女？中容哦，李金凤给了村庄里的坏鬼子押到刘家堂前，到了刘员外就见了李金凤的那个爱如看人的爱来就看那里。哎呀，给了前两年把给了李金凤老婆努力啊，因为固定老婆给了卖酒母给老婆啊。你的公啊的不因为你听不爱的老婆的跟着家老跟着给你给拜兄弟阿婆中不中的老婆的那就是让俺就看你了。看见就看到我，还是把刘家的哟。
叫人话咧，那我们先老低落嘅欢迎狗啊，唔咩几老婆，家老嘅人便宜便宜就便宜俾你啊！我注意啊，你叫姑母啊，买新姑母，特别买的新老跟新姑母拿便宜来认老嘅，咩几老婆啊不？我真我呀！见不了啊，四楼外的姑娘，别敢冲单，就冲你冲去了。你在家就把工作去吧哈。今明就没家人了，团长家在那汤分享了，安排姑娘是姑娘，开开大家薪水高啊。请招牌个新古铜哦，大家从俺大嫂房间，跟俺妹的新郎盖盖过干年，比如尿房给盖盖了，比你帅啊！是了，辛苦了，盖住尿房给盖盖了，比你帅了啊！你两边兄弟在这里啊！风大汤到雄秋风哦，头子，其他小姐就唔得啊，见不惯日天爱飞上啊，多加头子嘅心里痛哦，家里见不惯阿罗讲你的愤怒，然后把根本嘅姑娘话嘅又买个姑娘啦，头子。但我看就不得，那你听我说，那说到三家人都就不得了，出去的。你打了老婆了，你应该做阿爸，俺没力气去摆作业，我出去的。不出去的，不能赚个毛钱给你。你的好性子，出啊，出啊，然后吧，出去，谢谢舅妈。没解释，没解释了啊！先转的，我转的，我给你转，只要转你也不能转。把这先生，还撒点点水给你先，啊，然后我挖到都用着裙子，你把虫子撒都用着裙子，那是夹到俺手上上裙子，那是没一裙嘛姐姐。听他讲话做个新春哦，天上白海
俺弟兄阿哥阿爷人中了，你就搞带个女球落两球爱转了，今日老爸那比翻手，听有个师弟哟才修风啊，哎老兵姑娘，你姑娘吧，俺一家老阿公的老婆婆。今天天高大半高大不准，姑娘给我你求老两个准给我，这过里人是难的没人敢供我，今天俺家来把钱都来准的又买拿走，就这个人咱不给我啊，你明白昨天那马路拿走俺们走走你把掉马路的拿走都先拿出去，哎呀那五个又修人容哦，哎呀，从我就拜了娘哦，人容就我发兵发枪哦，哎呀，挖到你看那里，那古董古董的老婆啊，你小到毛难毛求你看那里，哎呀，干嘛你摔个干好的朋友？哎，阿嫂，你先睡，你就睡了，俺就在头上再偷收。俺今天来考试，你就没头有了，你就说在赶紧去睡了，阿嫂啊。你就是被信了，你听我都讲了一半，你不让你中古中的老婆啊，那姑姑改改哟，啊，舅父伤害哟。来吧，日当姑大娃，上当当。俺刘氏个从东俺门里困他入困中，太久的酒啊听风说，听风说，进步的天气如故凉，妹妹个日进落一松，听风说，俺浪哦，哎呦，那岂是大风。小妹呢就跟你说娘的不熟，进宫改啊就来可以念你阿嫂一还六七年天啊没落松西哟，六七年都年都娘都没法跟你拉，一个阿嫂听
老水不得，从家里红风的你如发帖，会不会来啊如那样？你敢出大雄奇迹，那么刘皮如该好心发皮哟，哎不顺的哦，又把苍茫如九岁，又把下他如关铁，唔到木他归水哟，哎呦，天穹丹台人民高哦，哎呦就是哦。两个我也敢开口的就是的，哎，隔天风堂大不回城，阿嫂，就是官体你莫慌哦，慢慢走得个好水母哦，你发的年纪个会脱凉哦，莫师兄他如兄长哦，昨天你就帮忙，沿着皮筏的，别冻得感冒还光头大还起哈。三更孤大就送弟弟，刘秀该啊公平哦。听咯，俊峰金兰四江，阿嫂，老朱啊，几位金手旁哦，一个给咱一个门中嘞，用手打鱼，杀的娘罗的狼，阿嫂，千金买硬硬啊，干不上哦。老粗你怕吧，你刚见到头你说啥去，你把你嘴打你啦，说说没啦，在那四干五大天命里跟刘世杰吧，哎呦那个鬼附近哦，出大六九出大来的个很满身，我将雨天来看春门哦，哎呀金公主那叫春雨球，我不出定了，哎呀我手送你啦，那叫大家里来来啦，金风给他打笑了，出金也是定招手哦，出力啊日他就会好啊，不是个强命的亏了吧，遇见都毛干走红虫哦，不当孤大天带功，刘氏啊日家王死了你的太会唱了，终身老去给小翠郎啊，刘氏日不拉的啊啊啊像李廷凤双的头痛，因为李廷凤一次个送给自己一次个给人力量来那太少，所以不敢双手，见用见你
多大黑个马的空啊，见到空调那种装古董，猛然老婆从那里进工作，哎，你出老边乱嘛？你转到把那水缸喷滚哟。外头高大人家家里五点姑娘啦，一个毛转苏联唱他们那一点老婆难对吧，但冇办法使劲的留家中咯。你们这中古董住在农村，六年我住在山山洞里，唔得劲爱呀，我跟我上位的高皮吧，高皮的上面那就不存的。这中国的家里把上面穿那的胸是准的胸紧紧的，哎呀在姑娘这家都没事中了老婆，这是姑娘的哦，上流就哈了，那是有行手哈哈，人心中啊，上脚爬给门里去拍菜，有毛包毛条，哎呀，大把鬼嘞，谁就敢拍？哎呀，还拍给门里去。人人如兄冒心里呀，老婆个家里刚皮呀，单纯的背大毛草里呀，
兄两个。嘿，天光了，庄古东啊，越斗师傅，我听到李平问了大，高大的一个，我带着俺老婆来接待姑娘。黄大人，黄大人坐你吧。从庄古东跟老婆两个人穷干，留下俺两个忙的人，你们进来干那安宁的。一个你们的家给几两个人又蛮敢穷干呐，又蛮敢穷穷啊！啊，所以那意思，就老早餐，他睡老么的，我给他睡觉，睡了。你来干嘛给俺们上身？给你钱干的呐？就被你拿着人不得输了啊，你给你钱带去啊，带着两拨人你的伙计啊，靠了送给你了啊，看你节目家的红了，给你钱带去，是离开了六达。我的主持我喊了很久发动的算必定必应那来中间这番雄心你个雄心毛钱做东西我知道老婆是念头老婆以前他也分人他老婆嫁给你一个姑娘你上姑娘给你用来找谁姑娘你说啊你要给买毛肉尽管你要为求准备了啊你要再买些提着自己修干路的你听风的改起风眼中啊阿婆老太刚天出茶子啊穷草一家口数到天空啊阿哥你看看该死的哪位快速的人们他穷到几个五姑娘的情感的毛病来的昨天来说阿嫂你没穷草穷干我们对你们一样啊阿嫂你说阿哥过来了来说你终于走的了原来我五天就危机了五枪毙了
就爱冒你呀、啊，来是个人啊，公平讲啊，来准你个找你的初干部啊，马给改心，找不到侬不相信，毛毛给中原不冲动，帮你改口告，不能加你五天马街，你老五天马街啊，没得。见过一代人的狗了的啊谁啊还叫狗吗谁啊叫我的生活的大人啊头啊远公口吃啦啦叉叉啦就往给狗一到人啊马上就结果人管马上行头你见了公如果给什么事你这个给中国总就马上几次人管来这中国总东部都来提示万请老人一趟地举音乐地平富大平于色于此以穷老家人家准备个日系富婆子是抵达六十年你见着这个命鬼子李国民就是马信奉家庭的五丈子六人啊谁是有浪子与子熊攀法不必是是那个老婆的命那个多美的日前改变了旧病子来大雄父毛钱吃老婆后的个中古董熊攀法老婆将来是命子王妃是一个东西的共情作你除了两个转达你去了吧加多数但那个红包的流爱为孤然那个流爱孤然的毛熊作孤然在那个五年五马的必人必应那就五比一哎这个那个老婆的心跳在你高两个人不会去为情夫回身为兵来刚年轻的浪子孟老大民工办娘家正派的坏东西你的书分坏的这个看你的李情夫回去三百张牛仔命啊来讨个老婆我老婆慢多少给你你看你们家什么孩子呀就拿到我给你了啊好故董忠心共分享老人积极都朋友闯啊转求求马的幸福啊家老婆的祖马的比翻手啦啦是吃光不凶哦李廷凤中国都起事你要看到做的给家老婆你敢过来老师抓办不见东东山老师李廷凤就光信任今天老人家很主持是因为那大政府上京考试的毛孩子找到个阿哥中古董比那个十八穷孩子中个阿嫂的家庭来家族的日对好永远是我家命阿爸目的是为了个中学谁料到
牙疼了，刘爱不这个反家的，不奈何处理呀，是他个爱表个毛巾的，几转路牙疼说，虽然个穷人家打穷钱，一母亲就问阿嫂，问那个如何个狗身。你有个公家吧，年岁初，刚年数岁初刚是五年，胸刚是年头，毛手的毛老人，您才安，且毛你这个小书生，高古董，李清风公的你要谈到你，你把李公的毛嘛给我。你叫什么？清风啊，老师啊，风平江啊，人君不信几年中啊，能你一人穷干如同修。爱有个老师不穷愁，你莫讲到发感受啊，眼观人不相信李平凤，你讲到改好不能干你穷人不穷愁，你讲到你就跟你人哪去没有太想熟悉吗？对啊，李平凤你相信李平凤，我们就跟你人相熟吗？对啊，你让我不相信吧，对啊，你让你让我来这样子的地方。做事吧，费你太远三百两哦。李金凤，张古董老婆怎么样？转让给你，你本人三百块钱的张古董，哪来唐老婆？这个老婆按照给你，你带去。这燕官一看李金凤老汉法。看到人家啊，三八娘啊，呀，清风冬季秋葵虫哦，外来葵前家毛绕金哦，看到兵来做个老婆红运道，来都行军来放松哦。我应该回去三百块钱给阿嫂毛将官来见婚，但阿嫂肯定来做老婆，俺不敢装。明白阿嫂，天如此路的口吃，俺别把给个一盘那么办法啊！阿公，你三百块钱给你，这个阿嫂该让我买。再说俺大人的笑，看阿嫂，我问大家，你回来的，你个母鸡吗？天天在这笑。我给忘了红兵吧，这金木你原来也就买你家金多了吗？你莫个讲到啊，干中有你，还把这毛气弄干痛啊，不想干了。李金凤，咱老婆给你三百块钱钱呢，
爱情容易一天空啊，无奈就打人伤啊，300块钱就搞本装古董，离婚书啊日日就下婚销，再来六十就退公堂啊。还能办一点麻烦的，就把庄古董闹破。阿嫂，带到安城里去，你姑俺记着，来的是上京考试准的那个。阿嫂啊，麻烦吧，阿伯路没你，挨着满岗村闹破，你就以安城来吃饭来哈。哎，挨着白饭钱，挨着啥不好啊？这白好一块啊，这个是过来过啊。回头李天凤都考到中间，就是偏考到那不合格。改变不合格的呢，就丢啊哈，就做不合格。拉萨中拉萨的狼的意思，丢日碰哎，喊到天凤来进书房。李天凤，你这个文章啊如何改呀？明明都毛脚上嘴巴，骂这个公爹公孙强啊！朱高老师，把这改片马改改，考改又啊那拉萨浪一军，哎。烦了你把路上可以也做空的别话你路上不做空赶紧干就喊到你李廷不能闷过李廷吧你做你马的工的赶紧干将马的给掏给毛就干别话拉萨拉你是路上就让来做空可怜那句金八位瞧到你们哎东莞你你公安你做你妈该好事呢你公安